胆怯告诉你我的愿望，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。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，长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成行。你笑得像光芒，蓦然把我照亮。风轻扬，夏未央，林荫路，单车响。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。就承认一笑倾城，一见自难忘。说什么情深似海，我却不敢当。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，我心之所向，想和你游四方，赏尽雨的风光。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，笑与泪都分享，管情节多跌宕，我们不散场。喂，微微，微微，你怎么了？果然就在一起。喂喂喂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真水无香。那是游戏名，我真名叫真少翔，你可以叫我少翔啊。你去哪儿？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不用客气，虽然我们在游戏里有点误会，但也总算是相熟的朋友吧。跟游戏无关，我只是不想麻烦别人。
谢谢你。行，那我也不勉强你。对了，你真名叫什么？总不能下次见面还叫你芦苇微微吧？那多出戏啊！我想我们应该不会再遇到了。我觉得倒是会。其实，你真名叫什么？张二喜已经告诉我了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住在这里啊？他告诉你，我姓卢了。原来你姓卢。当然啊。哎，哎，你笑什么啊？那还是我送你吧，你这样走走到何年何月啊？不用了，我去我男朋友呢，你送恐怕不大方便吧？你男朋友，肖娜呀？他前一阵子来我公司拉投资，但毕竟是不成熟的学生团队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贵公司是真意科技吧？这位甄先生，就公司层面来说，我空出了半个衣柜给你，你自己挂。等你收拾好了，我再收拾。你真的把房间让给我啦？我对我的自制力没信心。幸好我还可以去我父母家住，不然只能去公司打地铺了。帮我收拾一下。哦，我去拿拖把。好，谢谢，知道了。维修的人明天就到，
还好这些盒子没事儿，不然你们肖教授要抱着他哭三天。我觉得你这样说你爹，肖教授才会哭三天吧。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啊？收拾一下放我那儿。这是手稿，找个袋子装一下。嗯。放心，你的吴冠中没事儿，徐悲鸿也没事儿。嗯，都收好了，暂时放在我学校外面的房子。好。那这两袋东西放在哪儿啊？也没有太合适的地方，先放衣柜吧。那个，你说不住父母家，就在公司打地铺了，所以你今晚住在哪儿？我倒不介意在公司打地铺，不过这些字画是我父母收藏多年的，不能有闪失。你一个人在，我不放心。所以呢？我在这里看着他们。好像看到了我们以后几十年的样子，很不错。你给的暗号微微一笑，出现的刚刚好，擦肩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的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。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会在游戏里的老地方等你的。我给你杀一百遍，还不行吗？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会在游戏里的老地方等你的。我给你杀一百遍，还不行吗？这次你的铲屎官真的不理咱们了，女人真是麻烦啊。
哎，对了，有个人的账我还没算，差点忘了。依然，我手机里的视频是不是你删的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那就奇怪了，我手机里视频怎么突然不见了？哎，对了，肖奈看了视频以后什么反应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是啊，他问我视频是在哪儿拍的，什么时候拍的，我就一五一十告诉他了，然后他让我删除了手机里的视频。就这样啊？嗯，就这样。那肖奈到底什么反应啊？他到底有没有看清贝微微的真面目？哎，不对，我们现在手机里一份视频都没了。他看到就好了，应该会明白的。说不定现在正在闹分手呢。曹光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喂，曹光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明天上午10点，你和孟依然来学校南门，我有事情找你们。你这人什么态度啊？啊，你叫我们去就去，你以为自己什么人？偷拍我还传播视频，然后污蔑同学，你觉得你们是什么人？如果我明天早上没看到你们的话，后果自负。我听说曹光家挺有势力的，他是不是要找我们算账啊？你偷拍他视频是不对，可是本意又不坏呀。如果他是讲理的人，应该不会为难你的。你说曹光怎么会知道视频是我拍的呀？不会是肖奈告诉他的吧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啊？肯定是肖奈向曹光求证了。娜娜，他相信我了。这铁证如山还能不相信吗？不知道那个贝微微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药。我居然现在才想到，真是笨死了。你说曹光找我们是不是因为丢人啊？他被女生耍了，还被情敌找上门。这次一定是颜面扫地了，应该是吧。没事儿，等他来了，你给他道个歉，应该没事儿。曹光。哦，还有，不论你再怎么努力，肖奈都不会青睐你这样愚蠢的人。你怎么跟女生说话呢？你应该庆幸自己是女生，要不然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吗？娜娜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不会再继续追究。我警告你，管好你们的嘴。如果让我再听到有关于贝微微一点不利的言论，
不管是不是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，我都会算在你们头上。说到底还不是为了贝微微呗？没想到我们堂堂的一个大才子，竟然是个色令智昏的糊涂蛋，就会为了一个脚踏两条船的女生，竟然拼命维护啊！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脚踏两条船是你自己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那是我弄错人了。弄错了？不是贝微微吗？那是谁啊？不管是谁，跟你们都没关系。你们给我记住了，管好你们的嘴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，好自为之吧。哦，还有，以后追男生可以，但是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未免倒踢的也太难看了。下午也不用去上班啊，游戏进度不错，所以以后都不用加班了。你这是赶我走？怎么会啊，我怕我走来走去的打扰你工作嘛。你把电脑拿过来，好好在我边上坐着。没想到今天又见面了。
芦苇微微，以前的我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现在绕了一圈，终于明白了，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适合我的。人总是会犯错，我也做了很多错事。如果可以，真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但是现在应该也不晚。给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，答应我好吗？我是一笑奈何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追忆似水年华。我觉得真水无香一定被你气死了。你昨天碰见他了？是啊，他不知怎么从二喜那儿骗到了地址，在门口堵我，还骗我说知道了我的名字。我了解二喜，他就算真的跟我生气也不会出卖我，于是我就随便炸了他一句，就留下来了。怎么不告诉我？解决太容易就忘记了呗。夫人果然是从小被表白到大的，以后记得宝贝。为了公平起见，你也要报备。的确容易忘记，算了。我怎么觉得我就是传说中那种红颜祸水啊，总是碰上烂桃花。幸好我把你收了。那么你朋友的前途可就全毁了，恐怕还有牢狱之苦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只要你跟我们合作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不起诉。你们太看得起我了。肖奈所有的核心代码都是由128位加密软件加密过的，以我的能力根本就破解不了。那如果有其他方面的信息，我们也是乐意接受的。那你怎么保证真义不会起诉？除了这个，你没有别的选择。
那就不能让他们成功。可是我们的人似乎不是很关键的位置，可能不能搞什么破坏。智一那边不行。那如果封腾演示会的日期提前呢？对呀，反正我们的 demo 已经完成了，那我就先去试试，任总。啊，任经理。爸，公司是不是在竞争新倩女的开发权？啊，先去忙吧。哎。今天可是周末呀，甄大少爷怎么有空来公司玩啊？爸，我是认真的，公司是不是在竞争新倩女的开发权？你到公司多久了啊？到现在才想到问这个问题啊？我倒要问问你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安下心来替我好好的关心一下公司啊？就现在啊。爸，我要加入这个项目，我保证把智易科技给比下去，拿下游戏开发权。你就别给我添乱了。爸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我可是倩女幽魂骨灰级玩家，而且我们公司谁能比我更懂这款游戏？这个项目我非加入不可，我一定要把肖奈打得落花流水。你是认真的？我不能再认真了，爸。好啊，我儿子终于长大了，啊。
老三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啰嗦。那个，老三帮我买吃的去，还没回来呢，我快饿死了。有什么吃的门口听听。车里有松鼠爱吃，自己拿去。多谢，你拿去。你干嘛呢？没有，购房合同居然还是两份，还是一次性付清。你干什么呀？哎，还我！大家快过来看看这个新金铺！哎，好没有，话跟大家说啊！哇，这什么？哎呦，哇，今天是两个字儿！哎呀，是吗？新金铺，你去抢银行，你怎么不跟兄弟我说呀？就是啊，梅哥，你这中彩票的钱还剩多少啊？给我们把房都买了吧，啊！哎，我说梅哥啊，你这土豪长期躲在我们这帮无产阶级当中，到底是为哪一番啊？嗯，政委哥哥，这个现在是和谐社会，要讲的是以理服人，你们不能动手啊！我们是同一阶级的，你不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。对，就是在干啥呢？欺负美人师兄呢？去看看，把他给我弄来！来来来，你看，好美，你对得起我吗你？啊，当年念书的时候，你一个土豪向我一个穷学生借钱呀？你一借你就借好几十，你花过我一分吗？借我愿意啊！我当时真穷啊！想当年，我背着我爸报考庆大，一个月只有600块钱。早知道帝都有老三个杀人帮，我才不来呢！我管你来不来，都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我去值班，我去值班。好梅师兄真看得起你，居然把你和沙尘暴相提并论。给愚公，顺便告诉郝培，我记住了。兄弟们，我发现这附近有家火锅店特别的棒，特别的好吃，而且啊物美价廉。我呸！吃这种廉价的火锅，简直就是侮辱我梅哥的两套房子。嗯，要吃最贵的，最贵的。喂喂，师妹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只要是贵的就可以吧。嗯，你们这群脸就没一个好东西。那就吃海鲜啊，海鲜最贵，随便点点就得几千块，完全符合土豪哥的身份。那就海鲜了，附近那家叶排档怎么样？瞧你们那点出息啊，什么叫做高大上啊？海鲜大排档档次能够吗？
是吗，梅哥？可不是。对呀、啊。是啊。哎，老三，你见多识广啊，来选一地儿，咱上哪敲诈梅哥去？五分钟后，大家会去开个会。而过你的发梢，像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，遇见你我才知道你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，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，刚好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是春风吹绿青草，浪漫在发酵，只愿为你赶走所有烦恼，带你到天涯海角，听你的心跳，想给你一个拥抱，让全世界知道，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，没有人能感觉到最甜美的笑，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，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，刚好不许别人打扰，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，紧紧围绕你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么重要，